大家起来，睡到自己房里去。听见了没有？睡得像猪一样的。哼。啊。对。哼，你倒回来了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从哪回来？你说。我。你诚实地讲，是不是跟那个姓李的穷鬼？那么究竟是谁？你说。好，明天我去找他讲话。他怎么还不来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有客等你。谁呀？哦，怎么这么早啊？哦，这位是家父。哦，久仰久仰，请坐啊。陈先来过了吗？来了，在外面见客。王先生，我今天来是一笔和你谈一件事情的。哦，很好很好。有电话来过了没有？有的。谁呀？嗯？哦，这么早啊。王先生。哎，我想你总猜得到我今天要和你谈的是什么。是的是的，不过我不知道您要的是龙井的还是雨田呢。不，我不是来和你谈生意的。那么你好。小云，你到外面玩玩去。你讲你的好了。是什么秘密的事情吗？问你是不是秘密的事情？你和他好啊。哦，那个姓刘的又来了。你说我不在这。是。你告诉那姓刘的叫他做生意干脆一点。是。我也很干脆地告诉你吧，昨天晚上他什么都告诉我了。哦，现在什么都不用。现在什么都讲了，就等老王。现在什么都不用谈，就等当这个条件好了。很好，可是他说那个折扣八面。讨厌，你问他是不是真心要的。是的。讨厌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真心要他？我他真心的。那么你要负责任。负什么责任？那很简单，意思就是说马上签字，马上订婚。行。年内交货。行。年内结婚。行。就这样吧。就这样办。谁叫你那么凶？住嘴！在许多的东西你都拿回去了，我从今以后不要看见你。
那么你和他结婚的消息一定是真的。真的假的要你管得着？但是我没有这许多的功夫，我要出去了。狐狸。什么？狐狸。你还认识我吗？禅师你好，先跟我回去吧。咪咪，就是了，闹什么？云妹，我自杀了。云妹，我自杀了。不要伤心，小云，这算是我送给你的最后的礼物吧。我花，我真后悔。后悔？对了。对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会后悔的，所以我几次想去哟，总是舍不得你。什么？原来你就信他？不，你不要以为我是欺骗你啊。这还不是欺骗吗？你不行，我会马上。不要看那个鬼像。